不行啊，花莲，花莲没吧，太远了。你来台湾莲太远，你在台北等他就好。对，我是刚刚连收到那110年3月3号，那个台北站，台北站16点23分出发，就是238次，将北向到花莲的不油嘛，只讲好听2023年天也研究2024不油嘛。他说黑白狼君6月份，哦，被我期待，没敢买期待，为什么？那长得没什么好看，黑白狼君就长得像他而已啊，不敢，他胖胖不油嘛。他的翻版，哎，又一台。你好，加到。南港好 ，OK， 来。啊，刚刚自己就拿在讲。小哥，这是叫啥？拜拜。238浙江北香港花莲不油嘛，这样在台北站十点。小哥，这是再见。好，我要赶紧走，因为我要去其他地方了。就这样，再见。